anticipado.比较推荐菠菜卷饼，因为吃起来会保证一定的热量，但是也没那么胖。以前是跑步，然后现在除了跑步还会加上高抬腿去练习唱歌，这样会对气息有帮助。我们这次 Into One 的歌曲 Into the Fire 其实就是为奥运健儿应援的歌曲，作为我们 Into One 的成员，自然就是从这首歌的准备到拍摄到演出尽全力的状态去表现好它，我觉得就是对奥运健儿最好的应援。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因为赛艇这项运动除了要和队员之间有很好的配合之外，其实对于自身手脚之间的配合也很重要，自身配合好了再和队员配合好，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团体运动。